爱就是大家在一起，爱就是和爸爸在一起，幸福就是和小朋友在一起，爸爸陪着我就是爱。我的爸爸，哎呀喂，你就别问这个难的问题，我都只回答不出，我在心里就知道，爱是你的心，你的最好的心，他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，他会保护你，他会把你弄成好人。你的存在让爸爸，让在你身边的人都感到快乐。不管你多大年纪，你在爸爸眼里就是个孩子。希望你一直都把你的孩子带在身上。